的确有送信函，好，电子信函啊，给对岸以及世界卫生组织。那我们是在我们所收集的情报，不管是网络还各方面的收集情报之中，知道好在湖北的武汉是有这么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疫情啊。我们的确也请教他们啊，这里面的情形是怎么样？那是不是有人传人的之间的这种可能性？那的确是有询问而且提醒这件事情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在外交部。有透过在外交部那些主管的跟 WHO 的秘书处有联络过，那也都是他们就表示说我们的讯息他收到了，那接下来就没有进一步的回复。那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，WHO 回应我们，他们只是说有收到而已，并没有针对我们实质内容跟我们说。